SUV 型的汽车一直以来都是消费者比较热门的选择。随着国内汽车市场的不断发展，购买一款性价比很高的 SUV 也不再是什么难事儿。今天就介绍几款年轻时尚的国产 SUV， 保证开出去有面子。一、博越，颜值高一直都是博越热卖的一张王牌。市面上的汽车种类繁多，而人们总能在茫茫车海中被博越精美的外观和丰富的内饰吸引住。这款车的价格也很令人满意，一般在 9.88 到 15.78 万左右，普通的白领应该都能接受。二、哈弗 H6，这款车的指导价在 8.88 到 14.08 万左右，它常年霸占国产 SUV 的销量排行榜第一名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首先，外观高端大气上档次，开出去绝对长脸，而且各项配置也是很优秀的水准。尽管油耗方面有时可能不尽人意，但还是得视具体情况而定。三、长安 CS75，价格定在9.28到16.28万左右。这款车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内部空间宽阔，要是经常和朋友自驾游，长安 CS75 可以称得上是国产 SUV 中的首选了。空间大就意味着驾驶乘坐的舒适度很高，能减缓长时间开车的疲劳，而且也不用担心大件行李没地方放。四、荣威 RX5，这款车的定价也不贵，在9.98到18.68万左右，外观相当帅气，符合时下年轻小伙子的品味，油耗方面的表现也不错，内置功能挺完备的，性价比应该是国产 SUV 的前几名了。